我们今年呢、啊、的庆典主题是凝聚乡情，再创新机。我们不只汇聚大家一起来见见面，大家谈谈心，谈谈我们各自所居住的岛国，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乡情，互相的交流。目前呢，我们琼海市海南岛的发展，我们能够把握住这次的机遇，那么呢，到海南去，那么做投资，因为现在呢，世界就是我们的舞台，我们大家都想着如何的去扩展我们的业务。随着时代变迁，琼海同乡会也与时并进，除了继续促进新旧会员之间的感情和为同乡谋取福利之外，理事会也积极推广本地华族文化，参与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。我希望琼海同乡能够秉持这样的精神。我相信在旁里会长以及各位侨领和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，新加坡琼海同乡会会牢记使命，不负众望，会推动新加坡琼海同乡进一步团结共进，繁荣发展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